哎，小妹，我已经讲了真正侪两关于成功的一个讲到啊。但小妹，今日咧来到尾声啊，即等于就是讲成功最后成。那咱听到成功需要做咩咯？成功需要定义，成功不关乎为生命，成功需要指导，对不对？但小妹，那现在咱听回来，咱听他们是成功。第四是成功，到安怎个叫成功？赚偌济个叫成功？有偌好势个叫成功？到底有啥物物件叫成功？偌久个叫成功？啥物是成功？遮济人有无同个定义。大家你若是讲镭赚够啊，就成功；叫你独个人个身边赚镭了，到底偌济镭个叫做成功？大家你若是讲嘅好势。叫做我請好四件事，我去找別件事，對不對？那兄弟們，到底做到這位才成功，才是人做頭家，才是人做咩，這就是依人運在給你做了。成功是什麼東西？成功是什麼東西？教育會說兄弟們，成功就是驚人。大家說成功就是驚人。驚人如果笑得痛，我就成功了。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，他们看的这个其实成功不是有一个目标的，成功是一个思想的 mentality。 如果是说你达到你的目标，你的思想若是无成功，你永远未到成功，到到八曲也是无行的。所以这位第四成功其实今日你聽到是偏道，你目睭若開起來，心目若開起來，也就真完，你聽就成功啦。阿妹咯，啊，大聲經啊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節，九加十五節，咱同耶穌講，安怎成功？十二章十三節，九加十五節，在聖經記載講，我哋請前人中間有一個人嚟對耶穌講，我先生啊，請你歡呼我的一个兄弟，我的哥啦，教我分开一个教会。耶稣讲咪，耶稣讲这个人啊，就服我做人的这个这个来判事的官，他们人分三业。伊就接了这个故事，并来对这人讲，汝人咪精诚自守。摒弃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无在乎伊的家会丰富，那名头几多？假使我感谢你，我落做你圣名，我求我主你圣名，我求主开我眼睛，互我明白，互我明白，正正在你内面谈到正正的成功。我求你圣名，透过我的生命从今日开始。开变我的日子，开变我的生活。我求我的生命，我用恁的眼睛，每一个人都在主的话里面，来听到帮助，听到祝福，过一个大日子，能充满富足成功的日子。我感谢天主，帮助耶稣的生命去。阿门。哎，今天过来这故事的，当时啊记载，有一个人来找耶稣，耶稣呢，伊家己过乱命，乱家会。哎，咁啊！耶稣嘅先生是伫德高望重、有名声嘅人、有关键嘅人啊，有能力嘅人。以后去耶稣做啥物件？咁耶稣咪使搭手啊，来做我人嘅这个人，来做我人嘅做我人嘅正人啊，帮助我人，都同我哋沟通，或者嚟教会分享好事。耶稣讲：你乱虾米？你到底拢是乱虾米？虾米事就是来叫你做我嘅教会嘅这个分教会嘅人咧？那我就讲啥物件？其实，后面变得重要，拢知影。他们是拢为了教会来乱，正正的生命是无在乎教会的服务。那要知道，耶稣讲的点啥？耶稣对了这些人的点啥？伊心内面有一个感觉，来讲讲，他们是为迄个无路用的物件来杀者。哈密苏要为着我哋短暂物件来杀者，哈密苏为着会了的物件来杀者，你未去看到较有要紧的物件咩？哎呀，
之外，耶稣就讲到这样物件，我就讲，其实啊，你变作成功，成功啥物？今日就被受伤，今日就重要啥物件？今日生命就重要啥物件？你若想会到，有成功啦。看圣经啊，接落去罗口的第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一节，哇，快记住了。第罗口的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一节，然后耶稣就对着伊人讲，你也会当听，也顶能听。耶稣就对着伊人讲，会当听，伊讲真正生命是无在乎机会落服务。当耶稣讲了这句话，咱就知伊就讲一个故事哦，一个大地的死囚的人听。这个咱记载什么在？就用比如对咱讲，有一个财主啊，伊的家火、伊的田啊、田地、出产的拢真丰盛，家己心内边就想讲，我的出产无所一人收了，安怎好呢？我讲，我袂安怎做？将我的这个城房啊、道路啊。拆碎，另外买起过更加大个，大迄个修好我一切所出产的粮食甲财物。然后对外灵魂讲：灵魂啊，你有真遐济个财物来存了，下趟真遐济你拢免烦恼了。只要真遐安息我欢喜，只恁来快乐吧。神就对伊讲：你这戆人啊！今暝若是定着回去灵魂，你所有味的要何出嘴呢？我若是为家己来积财的，到上帝面头前并无顾着，也是你的款。那也是话，耶稣讲句话的物件，是叫人思想的，是叫到你身边来思想啥物件，用今日你要看到对重要啥物件。那也是话，今天。你要思想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对，懂了啥物事？来，再往上，咱看，头先，咱们来思想。最重要是生命，大家讲生命，唔是金钱。假使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，无钱袂使，所以对钱，那赚钱无唔对的，赚钱无唔对的，用钱都无唔对的，存钱都无唔对的，那是讲。一项物件，你若是厌累吼，累爆掉，贪了累，未晓用累，甚至为累死，为累病，为累败坏和阿妈，这个人之外，这个都是一个无防护的人。就算你话借累好，伊生命都无防护的，后面物件是最要紧的。啊，即款话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一个日本人的啦，是美国出世 ，American born Japanese， 伊名叫做 Robert Toru。Kiyosaki， 那是叫人写的本册，一字成名啊！伊的册啊，册出名，销出百万本啊！这册名叫做《富爸爸和穷爸爸》，其实讲名才简单，姓名讲名字啊！伊是用企业方式来写本册，这个人是成功的企业家，因为开始了一个 games 啊，在美国的叫做 cash flow games， 让伊个啊。人伊会趁钱，几万人 cash flow 变，咱用了这个商家的钱，然后来趁钱，然后去叫人成为一个真正有钱人。那这个人写本册的嘛，其实主要伊讲几样物件啦。伊讲，咱人用力，但是无何力来用，对不对？你用力，但是你无何力来用的嘛。相反的，咱人是钱的主人，唔是钱的奴才。遮济人唔是钱的主人。却做了女的奴才，那这个失败的动作，失败情形，所以人袂好起啊，人袂好势。虽然有只坐女，但是伊袂好起啊，稳到一边呢，因为伊是做女的奴才，好女霸了。啊，怎啊？迄个好物件咧重要，伊讲了啥物件？因为若是讲你行一个成功的路啊，行到成功，从三十岁你才退休了哟，三十岁你才退休了。一种企业方式。都对圣经来看一句话，怎样？伊讲的无唔对，所以成功。那这个人到未来无做企业家，去做啥物咧？去做一个先生，去帮助有需要人。那要怎样？要叫伊来讲啥物件？后面物件最重要，你生命最重要。今日咱袂晓享受咱的生命，袂晓感恩咱的生命，袂晓满足咱的生命。
咱却去对迄个真正地藏的金钱，所以是歹。所以你看到真济人为了镭，伊家庭破晓；为了镭，伊生命破晓；为了镭，甚至百分之一生命自杀；为了镭来杀精、杀家、杀拍。那兄弟姊妹，安怎呢？生命有方正哦，无方正。那是讲耶稣讲一句话：神讲今日，那是袂你命。迄镭几块做咩？这里亚加达。在雅加达有一个鄉村的一个孩子，我大人一世人伊毋捌穿鞋的，因为是无咧鄉村的人嘛。来修空空，我修了才一年啊，终于伊有趁去城外啊去买一双皮鞋。这双皮鞋买无简单啊，是因为讲伊用真正贵的物件去捡起来买一双的皮鞋啊。然后伊就其他即款皮鞋点声穿落去哦，伊落涂骹鞋点声，伊落涂骹垃圾了咯，不知道？伊唔敢穿伊皮鞋，竟然偷鞋入去手位了，棺材偷鞋行路，等伊行路咧，他妈袂去接飞车咯，是不是？妈来生白去飞车，他妈落雨，就是落雨了。伊个手在骨里，伊出边鞋脚飞车底。你为啥要行到野外底？是因为无够长，伊硬歪，要落一都落袂着，你知道？落袂着，我为啥伫行？伫你开始伫发动伫行，伫发动伫行啦？要边仔有人声音，嘿，为啥要我危险？嘿，伊无好去啦，落去我去挡伊下，伊就惊到对个人啊，你知道？我无双脚，我一双脚，然后我穿一片鞋要落去，伊就袂听话，你知道？伊就去落个无了，伊就跳来了。等伊跳来，拄好伊会车行了，因为骨啦，伊拉无死，规人个车行了，规个人车边倒，伊个脚穿入去咧飞车内面，经过了，伊失去，伊在稳住起来，等下，伊脚骨掉，等伊医好了，等下，那稳住起，伊跟了伊扫，全部等伊。伊白个伊三个现了对，甚至伊叫他老干，叫唔长脚。哎，真奇怪，为了人捡伊鞋，捡伊鞋起来，来学伊。哎，未死伢咧上鞋摆在伊头前，伊叫伊对了伊脚，是不是？当天伊弹到一双鞋，但是伊捡长脚，安怎去穿伊鞋？明白我意思吗？他们看得到呀，生呀，不是的。所以啊，起码要对掉你看一下。我问你，那是今日你发觉掉你有，你看下有最后的六点钟你要做咩？贪累、焦累、用累，还是去睡好你健康有亏？但是如果拿点钟你做咩？你会消费？为他来抓鱼摆在边仔位，但是到你面前面，为他来抓鱼毛汤了，你摸摸的，个鳄鱼汤同毛汤啊，你见咩有啦？你看到你抓鱼吗？做咩？但是你想我，你想不起来在哪啊？这人的失败了，是不是？要怎么？今天咱是镭的主人，不是镭的奴才。且我无叫你袂使贪钱，你知道？我无叫你袂使做工。但是你记啊，你要真正清楚镭虾米样的重要的。今日所以享受你生命，感恩你生命，今日成功了。你有五块，你是成功人，你去咯，你欢喜，你平安，你是建筑，你才欢喜，大建筑你才欢喜，唔讲大建筑，未使唔欢喜，无，总之你有虾米，你咪享受在你虾米内面，你咩样子话？你啦，你就是我陪我阿爸阿妈来双双吞点落去，你欢喜，因为你知影你有生命，你就是欢喜，你有生命，甲你出来白白，你有生命。哎，佮我聊，
骨勇健健康，感谢主啦！过一口气，感谢主啦！欢喜，你三个人成功啦！伊免钱也无假，伊成功了。有累积，就是叫成功。你看顶面几那些报纸，就是新加坡人啊，新加坡人啊，伊娶了一个小伙，真好嫁。新加坡人三斤、三四斤，唔系三斤嘅大枪，就系新加坡人好嫁。娶了一个小伙，结果伊个伙甲这个伊个车夫啊，伊个 driver 啊吵架，佫不要紧啊，佫去到伊个上帝厝偷钱，结果互伊扔掉，就出来了呗。伊去到上帝，俾个上帝吹，弄门买出来，结果弄门一边，甲这个伙甲这个车夫，伊挥动起来啪啪啪啪咩咁声，哇！去讲起来，惊到都死嘞！个伊个伙会气呀，甲你走了，他袂走了。这抓到个，生活应该真好势啦。他们是到你台死的了，是啊？伊未想讲，哎，我那个累嘛，不要紧啊，嘛，你去嘛去咯，我嘛抓不来，是不是？我那个累嘛，我输个身份，是不是？阿妈也聪明，我那个累嘛，我那台死会坐下久，我是会死型，他们是会做那物件嘞？我那个累嘛。他们是买贵的意义生活，要卖。意思讲，钱不是对你来讲，生活不是对你来讲最重要的。当今已经失控了，因为看了那些钱，钱也解决你问题哦，对哦，卖，钱未解决你问题，看了钱，钱变做不是伊的，甚至钱留落伊的财富。那样怎办？真正济真正济人的生命，分未出这一点。所以一世人，甲为累死，为累活，伊不要享受身边的一切，伊不要去在乎伊的生命，伊要紧的生命，唔是累解好你生命活得好苦，那是咩？乃是。你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明白你这个生命是多宝贝？哎呀，姊妹，真正坐有的人跪了真欢喜，是不是？真正坐无的人跪了真欢喜，是不是？所以，你不是最主要的好成功。最主要好成功呢，就是你会明白，今日你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你靠悔，你靠悔，今日是最重要的。今日生命里面，若是讲今日如果有剩六点钟的生命，但是嘛，你对不对重要？所以，若是要成功呢，但是只卖惊就肯成功呢？唔是你有个字，阿所讲，乃是你明白，惊你对重要是啥物嘢？你思想明白，对重要的是啥物嘢？第二来看，阿只卖，你若是要成功，惊你开始，你就要学想，惊你对应该想是啥物嘢？所以应该想是什么？叫什么？敢看啊？哎呀，我不记得了，小吴来着。你罗家好音十二调第二十集，哎，你是琴棋会啊？但是琴棋会有啊？还琴棋会？这个名字好啦。罗家好音第十二调第二十三集，到加三十集。耶稣继续讲，对伊讲啦，这个情形咧，就是耶稣继续讲啦。耶稣又对门徒讲，所以我讲人听，唔通为生命烦恼吃虾米，为身故烦恼穿虾米，因为生命无赢过廉价吗？身故无赢过沙糖吗？拢去看，拢消化，面对着话，也无进，也无修，也无修伊个物件，在伊这个store room里面、仓库里面。
神原在安怎来饲我啦？不然不是比袂少苦卡贵人嘛？不然倒一个人会用烦恼，互你买声加天呢？互你的这心量加悬呢？这对世代志，不然却不然既然无在了做了，还没事要烦恼其他代志呢？你看啊，你白壳瓜安怎大汉起来？伊人也无路口，也无气线。但是我甲你讲，就算是苏芬对樱花的点声，伊所唱的，佫无一条变的这个花，这个水花，让伊修行人啊，也地草加一个地，明仔就顶到你飞罗来，神还在求伊，还在佮你装饰，佮甲免讲少人，有人唔通求食虾米，为虾米唔通挂心？这是外邦人所求的，有人行到需要的这个物件，其实你天父已经知影。大家知未？这个成功人不是有物质，这个成功人是业消化。就再来讲，假如应该消化什么，应该买的什么，要讲清楚。假如再讲，假如你对很成功，很多明白，对生命的意义。你要想的是意义，不是物质。要怎话？假使人追求的物质，却失去了意义。那今日我们讲的怎话？物质是咱人需要的，但是呢，不是捆绑人的。假如说我物质捆绑了，滴滴追求物质的物件，那要怎话？这个拢是享受来面对阶级来。解决物件，这个拢是会过去的物件，会无的物件，会过时的物件。然后这个会歹的物件，该你明白无？该你生命最重要的、最重要的，是你活着这个世界有意义哦，有意义哦。大家只话咱知影，咱人生无短，啊，咱人生无长，是短短的重要。大家知未？那是讲，你已经过了半百，我甲讲，咱的生命比较短了，所以每一个日子啊，你要算啊，都参加这个摩西呢，这个诗篇90篇里面教导讲，你要算你家己的日子，求上帝加入智慧算你家己的日子，好活了有意义。今日每寸钟啊，拢是。重要的，每寸钟都安怎来过，才重要。有一本册叫做《人生下半场》，你人生的 second half 下半场，后面是人生的下半场来看。人生的上半场那是空位，到达33岁，这是顶半条，顶半条啊，少年啊，顶半条啊 ，OK。然后人生有70岁。70年，比人生70年就了圣经话，是普通一个人的话啦。但是伊未话，我唔知啦吓。啊，咱个今到70岁，咱个字意思在咱中间到70岁唔止嘅。人生也是到70岁，但系你知唔知？顶半条是空到30岁，40岁、13岁开始叫做人生的半条，40岁到70岁。你知唔知？这43岁是安怎过的？那是你70年，那是今日你已经过了43岁啊！你已经过了43岁，你已经到你人生下半场了。Your second half, your life second half， 人生的下半场啊！明白啊？大家知未？这43岁，这43年到70年咧，大家知未？你可有27年的日子？但是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17年不是搞到最后了，你用9年的时间1/3就是困的点声，4.5年1/6是休息跟长的点声，哈哈，你别讲塞车的点声、破病的点声，还无讲到了了，啊，你看大的点声、治疗无所事事的点声、看电视机了的点声，你无讲到了了。那简单来讲啊，假如你站起休息，当时就要去掉4.5年，所以总共加起来啊，
其实你是你虽然你过了43岁啊，你27年了啥，但是真正你通用的，好你用的了啥是13.5年。意思是讲啊，用到未了了，剩无济啊。那这13.5年，那是讲你到底接3岁过后了，可能过头接3岁了，你变哪样 ？How you spend your life？ 安怎去用你生命？那是你事业成功，还是嘛你会成功？你若思想袂到咧，但是嘛，你原在无成功。虽然你有偌济，都是无算到真正会成功。但是嘛，你袂变哦，为思想较重要，还不是较重要？假设人43岁、53岁，或者18、18啦，搞离婚啦，厝内乱啦，找着到婆啦。外交啦，算条生啦，连手啦，你知道？乱来啦，常常讲的话无的，做的话无的，无成熟啦，或者了了当声了。伊那是身躯内面出啊，坐哩，我甲你讲，伊咪是无用的人。吞丸啦，吞毒啦，食槟啦，不累，但是伊生命无意义，空的。来，请问？要要紧的上面，有一个好家人啊，有一个好家人在上海的，都起了一间一间宏伟的这个红楼。在做的当下，伊就真正小心去设计啦，设计，尽量避免的可能发生的灾难啦。伊就想，那是讲上海的这个风啊，大风来，风拍来讲，就只淹水。伊就将伊个厝内地基啊，做法关边个，边一个海个水平线啊，关真济。伊是讲全城个啦，规个上海淹水，伊个厝都变淹水了。搞搞啊！然后咧，伊烧啥物件？那是讲规个这个淹水解决了，当时那是讲拄到着火烧咧，嘛是招火已经出事咧。对不对？所以咧，就尽量不用茶物件，隆重用的防火物件，几乎啊是规个厝个就90%，可能还是袂多火。就是那火烧来讲，那你个烧到90%的厝，那伊厝还是有问题。厉害不？厉害啊！电脑过来个烧，火未烧着，水未进来，那插进来安怎？对吧？那一路做啊，每一个所在只经过成个政治拍面子嘛，来讲，去对你讲面子嘛，拢总限你对对这个对教对用的运用，甚至啊，方便通进来啊，你收费了啥？你免消费换一处嘛。那要即摆做咧侪物件咧，他妈真正好势了，一点啥应该是无虾米危险的嘛，减轻点危险的嘛，是不是？我来一暝一日内面起痟，伊叫条木叫，结果一暝内面输不了。伊个即个对健康的厝，你是无会输人个。那也是嘛，当回路也是嘛。今日即间厝伊起个来健康，都有意义哦，无意义，因为伊个生命都是未想着虾米物件应该做个。伊去做一个唔对的物件，伊所准备的物件拢弄了。个即款，假如烧过，今日开始你要做下伊，虾米物件都重要。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you have to do from today onwards？ 你在要想咩？阿婆就十下会知。那我一世人计划真好势，我知我就是会到会有几年会做虾米事哦，会拼几年，在你几年内面，我希望你看到虾米物件。在你有生之年，我徛到这个教会了，不是啊？会做够虾米物件？
一祷告未祷告，我唔知，但是我对你鼓励感恩，我纯净无了。什么第四，我要教这个水牧师会，和几位人分享。那伊比我到底离开这世界日子，我分享会。要死之前要讲咩话，我分享会。九月听讲咩话，九月九月讲咩话，我分享会。除非我是碰唔着，头几年啦，无通准备啦。但是下尾一两礼拜，我们在一两礼拜内面，我若是有一两礼拜命，我要做我物件，要交代物件，我已经准备好势了。我当然已经拢过，听过。若是离开了恩典堂这里主任牧师会，刚才我应该做咩？啊，那不需要教会，落来日子，当官人了，未完，你想想会？当你讲退休之前。然后退休之后要做什么消费？我一世人若是有七十岁的年纪，我已经算好是我出卖出年之后要做什么。我唔知会达到，但是咧，我甲你讲，今日我做大钱过生活日子，伊讲无了我用啥？我大钱变到娶我囝，变到对到我囝，我无我消费。我尽量买小麦等等的，拢小麦等等的，好啊。我尽量买烧麦长长的，有烧麦啦，短短的无啦，几句话，煞了嘛，因为烧麦才了点声嘞，结气哦，了点声，顶劲啊，了点声，你顶着我顶着，顶好啦，我一两点钟我来问了多少钱，你有拍算就是无啦，我 prefer 啦，我甘愿的享受红海别离，点声较济味，去烧麦点声，你我感觉烧麦才了点声。最窄、最窄、最硬、最窄、最粗啊、最唔对啊，是真了东西啊！所以不要紧啊，就讲咱这个气通过啦，耍啦，对唔对？不要紧啊，耍啦，对啦，啊，卖少在意，卖少去争，对唔对？因为这了东西啊，听清没？路上过，今日对应该做的什么呀？这就是意义。听得清吗？那是你想通，肯定就成功。咩多少钱，你肯定就成功。因为成功不是一个数目，成功不是一个目标，成功是一个思想 mentality。当你想通，你肯定成功。无论有早的失败，肯定想通，肯定就成功。好没有？最后来看。那要计划必成功，成功就是今日你对需要买的，你对需要啥物件你知影？你对需要啥物件？你对需要其实是食、饮、用、穿、戴，唔是对需要是镭。咱看圣经两章，罗马书十二章、三十一章、十四章，即讲到咩事？你人即个旧约国，即个物件，伊就会加给你人，听我。对迄个物件，对上帝来讲啦。物质的物件，生活顶所需要的物件，如当今社会物件，伊对主来讲是怎衰呢？主讲咧，基本的物件，伊个帮助，伊根本是要服务的。即个做啥物件？如求伊讲，等如求伊讲啦，即个物件要改啊，伊毋是要服务啦，改哦，免惊对上帝来讲，真正做真正硬的代志咧。当你讲较艰苦做，就是如去对伊讲，对求伊讲，看落去。落一个细细群的人行遐，因为你天顶的白，天顶的白是真正欢喜将国孝顺嘛，辨别所有的来救别人，为家己有比恩生比派，以这个前让，前让就是地位的这个的所在，用这个用啊无用未了的财布到天顶，就是擦也无通进，躺也无通住的所在。因为你人的财富大个咯，你人的心也要大个咯。那样子话，今日你对应该需要的，对需要产品要加强做。今日从消费方来讲，今日子话都未成功。今日我来讲，今日你需要是哪个？来讲是哪个？唔是人嚟讲。今日要找嘢啊，唔是世界物件。这世界物件，圣经讲。是有堂主的，这世界物件是短暂的，这世界物件是会歹的。那你外口主会声愈大，点声愈明白个真理是不是？
对不对？你看你买一间厝，你买大间你就想，对不对？今日真靓，你可以穿外裤，对不对？今日车袂水，你可以用外裤。你住年纪大，你住袂变得真皮，所以你追求的啥物？你要成功，其实是神的功，唔是人的功。今日若是讲过会明白这个真理来讲，兄弟姊妹，今日你都正正谈到成功，真是人家戆啦！上头去追求，迄个歹的；上头去追求人的功。有一人买了新车，新车啦，又买了一卡吧，来废老卡。现在上上全部加巴，伊落惊伊加巴就抢伊，迄个加巴真水啊！就是咧加巴有一个主灯车，叫做个灵风，是不是个蓝照背啊？伊落去撞到咧加巴啦！你伊摸上落去换车，等等家摸上咧，你不是要换车走？都讲你摸落家讲，他不是变成换车走，买车就不来换。伊讲唔是，伊讲换走咧，等等我加巴换白银嘛。所以出门。一件 taxi， 一种新车，一种新车，百分之百的。就讲戆，买车来做咩？买车要坐嘛？伊买车来做咩？加巴？啊，这是笑话啊！当然这是尿在人，尿在人很少。戆，但是你卖戆人啊，那时候怎么做假戆？去争的不要吃的，争的世界。去摘的歹的，你都不要看开啊，看破。那后面物件是好多好多错，你去冤枉的事情哦。主讲你生命，伊要做好，袂记啊。耶稣甲咱讲一句话，你要真注意听。比天顶的白啊，是真正欢喜将降给人的。你天上的父嘛，系赐福你。所以一定要对好路对好的行，你莫去求，你莫去追求这有诶无诶，你未欠过，你这信主诶人啊，你若对主诶路行，对主诶话行，你生命伫咱用尽，你未欠过诶。看到对主诶家庭，你看到到这敬畏主诶人啊，加两百班诶，无一个我只有看到敬畏主诶人伫咱用尽。对嘛，敬畏主啦，伊就是卖上帝国，爱人的国就无变啦。你知道？爱去求人的国，去找迄个真正世界注重的世界，甚至放下上帝国，阿咪去讲啦，咪去讲啦，伊会找着啦，咪咪找着上巴。但是若是讲要注重上帝国，兄弟姊妹，伊生命无欠亏，无欠亏。他们家错搞到英文，可是所谓物件，生无大来，死无大去，今日是女的，明仔是别人的，后日连你囝都不是伊的啦。看你怎么，他们输，咱们对起来歹，却训练了，发力了，发力咗，还是别歹。主耶稣讲，你成就伊讲，遵行伊话，行在主的话里面，为主做工，侍奉主，将主的生命放在你生命，改变享受到伊的生活，对生命都有意义的，就是拿你生命来侍奉，去积累财宝，去天堂里，永远未歹。那牧师啊，我都看未到。你面顶的动机，我看你对的。孔子所讲，未知生焉知死，就是我未知影生的物件，未知影想死的物件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生的物件，你根本未去想，因为明仔的代志，你怎么生的物件？你却会想讲死的物件，因为还没输嘞。你看出都国家未了解想死的物件，我讲你明，死的死来都唔知。阿妹侬。就是在讲也是，唔知，
记者讲在乎会来，唔在。你看早起不错，卖个咩 DJ voice， 是不是？我们把你都听一声嘛，我们都听一声。伊嘛好用，一枚，或者七，唔差人咧。我虽然都四同五教，唔差代志，唔无教玩笑。啊，你咪用个声，这世界你来知晓。今日都唔是要笑死物件，其实拢怪我，因为是笑死的物件。人死之前，伊对这世界之前，咱要做啥物？安怎过较有意义的生活？我少年个，你看不错，大家你可以不错，你去睡嘛。少年的死个钱是老的死个钱，哦，报价都是少年的死个钱，大家去想了，真奇怪呀。你比吗？对比看咧死人的消音啊，打起来死一死一死啊！就像我跟话所讲的，话茶是低死人，不是低老人的，对不对？少年的死有个钱，少年的话没关系。你看，大家知嘛？其实咱未必上帝真理，咱做比较多的人，国家未必应该把做亏，心灵你只要智慧。假如若是拢在想的通，生命不是金钱，意义不是物质，新的国不是人的国，其实你肯定是讲的。你肯定无论有偌济，你已经过一个成功的人生了。你要享受每一点、每一项，你身不所有的。当上帝提拔你另外一个阶段的点子，你现在要享受。会晓满足你所有的物件，上帝咧加天你个物件，你原在骨个会晓享受，会晓去一个啊满足每一个身躯所有的物件。所以你日子内面绝对无乱的物件，无咧啊破坏物件，无了味点声，然后你享受到这个生活味。你若是家庭，你都享受到你家庭；，我今日你享受你今日，每一日你是喜乐的过日子。何况要特别去受骂，何况要特别受责，何况你心内特别压力，特别责，特别责，到底有偌济，有偌济，到底要吸偌济，偌济，何况，今日日子无长啊！若是你过了四十岁啊，四十三岁啊，你已经人生下半条骨较短啊！你只条通用，今只十三年，十三点五年啊！若是骨较短来讲呢？其实咱会用的感觉是无偌长的，何况三样之外，你要成功咯，无坎坷，今日就成功，乃是达达至本成功。我要明白上帝旨意，我跟你上帝旨意了，你天天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每一天你享受你所拥有的。大家记得享受生活，阿门，阿门，再见，下周。